今天将继续开始圣义地哈、哦，其实圣义地就是指究竟法哈、也是称为究竟法，也包括这个真谛哦，真谛，所以这上一次开示所说的圣义谛哦，其实它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自性谛哦，那一种是真谛哦，真谛就是指四圣谛哦。所以这究竟法，或是自性谛哦，其实就是指心，心所摄和涅槃哦，其实这也是真谛哦，这四种究竟法也是真谛哦。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达到圣道哦，他就必须休息四念处哦，他所必须观察的现象或者说目标。就是真谛哦，如果修行者所正念修行者所观察的现象或是目标，并不是属于真谛，或是究竟法，就不可能达到圣道哦。什么是真谛，或是真实法呢？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哦，接触到的，是合一的哦，就由乐受哦，比如色身，以色身接触到的是合一，所喜爱的哦，就乐受，或是。内心心中所想的哦，有什么成为意尘？是你所喜爱的，就喜受哦。所以这是这个乐哦喜，就是真实法哦。你真实的经验到哦，我们并不可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哦。同样的，有时色身以不合一的接触哦，就苦受，或是心以不合一的意尘接触哦，就忧受等等，这是真实的哦。这也是真理哦，有什么称为真谛哦？所以他们说真理真谛，并不一定是指高尚的才算可以说是真理或是真谛哦。佛陀开示哦四圣谛。苦因生谛就是爱哦，有什么说贪爱，或是执着，它是苦之根源，但是它是真理，真谛或是真实法哦，同样的，有种种的心所哦，在无取蕴当中。这行运有50种心所哦，在论藏是52个心所哦，但是在无取蕴中，其中2个心所
是个别的心所哦，就是收和想，所以在行云里有不善的心所，如贪嗔痴无惭无愧哦。但是佛陀说，这是真理，这是真实法哦。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苦圣地中的五取蕴哦，佛陀说，五取蕴就是苦圣地哦，也有其他善的心所哦，如无贪无嗔，正念智慧等等，所以他们说，真实法哦。真理或者说真谛圣谛哦，并不只是指高尚的心哦，贪爱哦，也是一个真实法哦，也是真谛哦，但是凡夫是没有智慧看到这些真理或是真谛哦。只有圣者才能够，洞察到这些真理或是真实法的本质哦，他们才能才所以他们才称为圣者哦，凡夫因没有智慧哦，没有正见哦，所以才会只取贪爱哦。乐受哦，当苦受升起，就开始排斥哦，乃至升起嗔心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达到圣道，成为圣者，我们就必须以四圣谛哦作为修习正念的目标哦。其实我们在修习正念的时候，我们所观察的目标现象，在巴利文称为扎杜萨迦卡玛塔那扎杜就是事哦，萨迦就是真理或是真谛哦，就是指是圣谛啊，卡玛塔那就是你的心。能够工作的一个地方，或是能够让你培定你慧哦，所以你在休息正念哦，你的工作就是要培定和智慧哦，要培定了智慧，那么你就必须以这四圣谛为。观察的目标，但是他们在实修的时候，我们必须观察的目标，是苦圣谛和苦因圣谛哦，在经典的评论注释，提到哦，即使一位修行者。只是，具备一种资本，具备一个基本的知识哦，正确了解苦生地和苦因生地，导致一个人不断的在苦海中轮回哦，那么，苦灭生地跟趋向苦灭，知道。圣地哦，是让一个人从苦海中解脱出来，只是具备这些基本的知识，他就可以开始修习四念处哦，所以在修习四念处，
修行者并不是往外看哦，因为这些真谛或者说的真实法，并不是在外，而是在内哦。苦圣谛就是指名色哦，是在内，不是在外哦。苦因圣谛，执爱哦，贪爱。也是在你的心，是你的心才能够如实了知，这苦哦，而苦之根源哦，要能够经验到这个苦灭圣谛，也是你的心才能够体验到苦的止息哦，道谛哦，趋向灭苦之道圣谛，换句话说，这八之道也不是在外，是在你的心，所以我们在休息四念处哦，并不是往外看哦，必须往内看哦，就是利用正念哦，去觉知。如实觉知或是观察，当下，升起的每个现象哦，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五趣蕴就是指色蕴哦、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哦，换句话说就是名色哦，所以要能够。只有四念处毗婆舍那禅修行者，才能够正确明白，名色是苦圣谛并不能够借由阅读佛书听闻开示，或是不断的思维并不能够让一个人如实了知这苦圣谛只有四念处毗婆舍那禅才能够如实了知，真实明白苦圣谛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知苦断机真灭修道。所以在相应部其中一部经，佛陀开示苦圣谛必须彻底的了知必须彻底的断灭苦因圣谛必须彻底的修道修习八正道分才能够真灭证悟那个。苦灭圣谛所以要能够，知苦，只有知苦才能够断机如果一个人不知什么是苦，就不可能断机就是断除这苦因圣谛正如这世间凡夫一般的凡夫。是贪爱，或者说执取，尤其是，五官的欲乐所以佛陀说，他的教导，是逆流而上但是凡夫是随着这个贪欲之流往下。有所以当我们要正确了知什么苦，什么是苦圣谛，就必须修习中道或是道谛所以当修行者在实修的过程，其实他也是在经验这个四圣谛
在体验这真实法，但是必须获得深度定，才有可能体验到四圣谛哦。道谛，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哦。凡夫，的修行是属于世间道哦，因为还有烦恼，所以他的修行并不是很稳定哦，有时还会被烦恼征服哦，被烦恼战胜哦，击败，但是只有圣者哦，才是在修习出世间道，因为已经断除烦恼哦，如西陀含圣者已经断除，这邪见和疑这两种烦恼哦，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稳定的休息哦修行，所以当修行者在悲正念当中，他必须付出勇猛的精神哦，其实精神就是指精进心。应有勇猛的精进心，才能够可以越来越专注、准确正念，能够如实觉知到一个现象的开始、中间的过程，到它消失的那一瞬间哦。但是有时修行者具足非常深度定，可能他只是惊艳到现象的生灭哦，所以因为他付出勇猛的精进心，正念才能够越来越专注和准确。在实修的过程，正思维的作用它是引导心去向当下升起的现象或是目标，所以正思维，正如五禅支的第一禅支行Vitakka 清净道论举出一些譬喻其中一个譬喻，正如一个人在敲钟重复敲钟，一次又一次的在敲钟。同样的，修行者也必须，正念观察，重复一次又一次的观察，有时一个现象，并不是即刻的消失，比如说是痛觉，有时修行者必须引导他的正念，做一种瞬间的观察，但是有时正念还不够锐利，所以修行者必须利用标记标记本身不是正念，它只是一种工具，所以修行者当时就标记痛痛痛，训练他的正念，做一种一瞬间观察，所以修行者必须培育瞬间的正念能够培育瞬间的正念，才能够获得瞬间的定所以这种瞬间的定就是正定，有时称为毗婆舍那禅之定因为修行者获得毗婆舍那禅的定，Vipassana Samadhi，他才能够获得智慧，洞察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所以当时获得正见所以正见就是指亲身体验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所以当时他在练习当中，
哦，他才能够，如实发展这八支道。在实修过程，这正精进、正念、正定和正思维，哦，是不断的在工作哦。但是如果正念一直中断，就不可能获得正定哦。只有正念一直持续，而且越来越专注、准确，能够如实经验到每个现象的迅速生灭，哦，这才是正定哦。换句话说，有正定就有智，三法印就会获得三法印的智慧，也会获得正见哦。在被正念的每一瞬间，其实当时心，每一瞬间的观察之心，都远离，邪语哦，邪业邪命哦，换句话说，真语、正业、正命，是三种离心所哦，但是在皮正念的过程，它是指，远离邪语哦，远离邪命，远离邪业，远离邪命。所以，当修行者获得正定的时候，当下他的心具足这八支道，哦，所以他当下具足八支道，才能够如实了知苦圣谛。所以当下，所经验到的就是一切现象都是迅速的生灭。才能够如实体验到行苦哦，一种逼迫的苦哦，被压迫的苦。当他能够如实经验到每个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他才能够如实了知当下只有名色哦，并没有一个我啊，终身的存在哦，所以没有我。必定没有这种贪爱哦，因为贪爱苦因生地能够升起，是因为我见哦，邪见，有我有人众生的概念哦，这个我的观念哦，有我必定想要舒服的感受哦，不喜爱。苦受等等哈，所以这邪见能够升起是无明，因为没有智慧，如实看洞察到现象的真实本质哦，所以当这贪爱当下被去除，所以修行者哦就经验到。当苦，是苦的熄灭哦，但是这还不是究竟的熄灭哦，因为这是还在修习世间道哦，只有获得证悟，就在当下经验到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修行者好像正在经验到。苦的熄灭哦，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灭哦，把巴利文称为达当嘎，巴哈那尼罗达哦，因为获得如实了知身心现象真实本质，当下烦恼就不能够升起哦，所以但是一旦当下练习，转弱，正念，并不是专注，不再专注准确，定力减弱，就不能够获得三法印智慧，哦，就不能够如实了知苦圣谛，哦，就不当下就不能够，断除这苦因生谛，哦。
所以修行者在那些当中，其实他是根据四圣谛而教导，我在培正念。所以只有修行者获得瞬间定，才能够达到这四见道哦。所以，清净道论讲解哦，当一位修行者，如果当下能够不间断的洞察到，是每一个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其实当时他才真正的达到这个四见道哦。换句话说，他才是如实的在修习毗婆舍那哦。换句话说，我们只要修行者在练习的过程，还没有洞察到身心现象的自性和他共性，他并不是在修习毗婆舍那禅，他只是朝向那个方向，只有修行者获得瞬间定，不间断地体验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他才是真实的在修习毗婆舍那禅。当他继续努力，才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经验，最后才能够达到处世间道哦，所以只有不间断的经验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才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经验哦，比如说愿离哦，也是修行者说愿离，但是只要他不能够持续的体验到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就不能够会产生这种愿离哦。这种愿离并不是因为对生活某种生活的挫折哦感到失望沮丧而产生的，他只有训练出毗婆舍那禅修行者哦。如实了知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越来越彻底哦，他才能够真正感觉到对这，这因缘和合的法产生厌离哦，所以我们在休息训练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以四圣谛哦。作为基础，修行者必须正念观察的是苦圣谛和苦因圣谛苦面圣谛涅槃并不是个现象。那么在实修的过程，修行者是在努力修习八正道分换句话说，这八支道。都在内心，并不是在外，所以他必须，他在这八支道里，这五支正精进，正念和正思维，必须不断的工作，和谐的在工作，获得正定之后，或者说毗婆舍那禅的定。一种瞬间定，才有正见升起哦。那么他当时才如实的在修习毗婆舍那禅，走在世间道哦。只有他不断的继续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处世间道哦。所以修行者必须正确了解哦。必须保持一种稳定的练习才能够越来越进步所以希望所有修行者能够正确了解所谓的圣义谛，也就是指
设置新地哦，其实它也就是指圣地哦，因为圣地就是指，心所哦，设法，这是修行者必须观察的目标，最后才能够达到涅槃哦，所以涅槃也是真谛之一哦，修行者必须如实。体验必须亲身的体验到这些真谛，并不能够，依靠这书籍或是根据别人所说的去寻找这些经验，所以我们时常强调，修行者只有依照这正确的方式培育正念，才能够。才能够发现这些真实法哦，这些真谛，它并不是往外寻找哦，必须往内看，必须如实体验、真实体验这些真实法，最后才能够觉悟所以希望修行者能够保持稳定的精进心，培育绵密的正念。获得真定之后，才能够如实体验到这些真实法，或者说真谛，才能够逐步去除烦恼，最后能够断机哦，根除所有烦恼之根，然后证悟涅槃哦。So I wish all meditators put forth strenuous effort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so that your practice is getting more stable, able to sustain your momentary concentration and realizing clearer and clearer the true nature of mental and physical phenomena, overcoming your defilements and uprooting the defilements completely and attain enlightenment eventually.